其實警隊又靜靜雞地加了1042個位，公民黨是會反對今次這個議案。楊岳橋議員上個禮拜發言的時候，批評我們建設派是兩個凡事，大意是說凡是中央和特區政府提出的建議我們都會支持。我認為攬炒派才是真正的凡事派，包括本會的部分議員，總之凡是涉及警隊的都反對，凡是不信他們意的部門都不會得到撥款，某些被他們針對的官員更加是不准出糧，不給加薪。還有凡是涉及中央政府，涉及自己國家的安全、主權、領導完整和民族尊嚴等等，攬炒派都會反對。主席，我真是難以想像，一旦攬炒派真的佔了立法會多數，即是他口中所說的35+，這個立法會變成怎樣，整個香港會變成怎樣。